我靠，这只会飞 ！Holy crap！Hello， 各位兄弟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方舟生存进化，我是老头 Oldman。今天呢，这一集呢，我们就要把我们这个工作台里面所有的召唤物全部做一次一次的了结，好，把它全部都召唤完毕。好，我们之前先前所召唤的这些呢，应该是全部都召唤完了吧？我稍微去看一下，应该是没有漏掉了哦。好，我们来看一下。好，抱歉，忘记把我们的蓝图全部叫出来了。好，我们的这个召唤物呢，右边三个全部都召唤过，我们现在只剩下这三颗。这三颗所要的材料非常之夸张啊，所以说我觉得可能这三只啊、来头可能就不小了，应该是会非常的恐怖吧？我觉得，个人猜测会非常的恐怖啊。那这个工作台基本上如果都召唤完毕就没什么作用了啊，现在这都是元素制作啦，武器制作之类的啊，这些你们应该不会想看吧，所以说老头就不做一些动作跟这些展示了啊，就不做了啊。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自己下载来玩啊，这什么光属性什么物件看不呵，非常好。好的，那我们现在呢废话不多说齁，咱们先把自己哇吓一跳，怎么突然破图了啊，废话不多说啊，老头呢，这就准备啊，先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我们把这三个东西召唤出来，然后顺便跟各位提醒一下，这一次呢，普里亚我失忆症了我，这次呢，普里亚模组又更新了，多了两只新的生物啊，在野外，不过呢，我还没有去外面探索，所以我不知道是多了什么东西。不过呢，好像据说都是位于空岛跟岩浆岛那个地方，就是火山岛那里啊，好不好？今天这一集看时间吧，如果时间够充裕的话，老头可能就考虑去看看，没有的话就下一集，或者是等它更新多一点，好不好？不然的话就没有东西啦。啊，而且老头呢有打算想要再另外开一个，也不是说另外开一个生存啦、啊，该怎么讲？之前早期老头有玩《仙境传说》。原始生存的连载嘛，对不对？我印象中我连载到15集之后就停摆了，原因是因为我好像要做什么事情我忘记了，然后跟各位大家说啊、就是停摆了。如今我有点想要再重启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个意见？而且我要想要再装一些不会破坏游戏平衡的模组，然后呢那个倍率的话比照之前连载的那个倍率，所以说我会回去看一下那个倍率到底是多少。好，然后会加一些就是很酷炫的模组，绝对不会破坏游戏平衡。那个模组呢，是可以让你的恐龙种类变多，好不好？这样讲你们应该懂我意思了吧？不会是那种什么哇，加上盔甲什么不会有，单纯就只是种类变多而已，好不好？好吧，该讲的都讲了，我们走吧。我们到这个地方来好了。好，我们这些恐龙依然健在，是不是？我们实在是太强大了。啊、哦，都已经打到墙外面，没有人敢惹我们了，有没有？我们是不是很强啊？好的，我觉得各位应该已经啊、受不了了，准备想要看我刚才召唤的吧，对不对？好吧，我们先从哪个开始啊？不管了，先从这个好了。哎呦 ，What the hell？ 这些全部难道都是人类？都是魔法师？不能骑？那、他比我高哎、欸。可恶！这个位置刚好，这个位置刚好，神座了是不是？不要跟我讲说这三只全部都是人类哦，那也太有趣了吧！攻击他！哇你嘞 ！Oh my god！Oh my god！ 停止！哦，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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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发生什么事啦？哎，你们可以冷静一点吗？我只是吹一个口令而已，大家都暴走啦！别这样，我们还得好好展示一下我们那一只那个女魔法师哎，找到了，我觉得我们带远一点好了，在这里他们是乱来一通啊，好不好？完了，这地方全部都是我的宠物。哎、不过他刚刚魔法招式还蛮帅的嘛，对不对？哎、你就不动是怎样啊？我觉得我应该先帮你用到跟随好了。
啊，不是啊，那个跟随抓近一点，跟随距离最近，好，这样他就会一直无时无刻跟着我，太棒了，妹子，可恶，没有摇，你不知道这种东西摇才会加分吗？没有摇，算了，就算了，不要去想太多，这只是个游戏啊，不要想那么多。哇，蛇女，林北抓不到你，今天来抓你，不要打他，那是我的，我的。没射到，没射到！哦，他把他弄死啦！我的蛇女，你为什么？蛇女还在苟延残喘，我让你解脱吧，安息吧。可恶，可恶！假如今天来抓一只蛇女，没抓到，我应该帮你射中立啊！对啊，帮你射中立啊！为什么你要去攻击他呢？你这样太过分啦！可恶，我们再看附近有没有蛇女啊？来抓一只嘛！之前说要抓，没有抓到。算了，有看到再说好了。现在没有看到，我们就先来试刀啦。主要先试一下招式嘛。我们今天主题是要试这三只，不是来这边蛇女来蛇女去的，对不对？想干什么？攻击啊！你是不是病了？是不是？哇！这么暴力哦，敲一下抱走了、啊。我靠，这个女人不能惹。攻击！哇哦，招式帅耶！我刚刚没有注意看，再看一次好了。他可以攻击天上的生物吗？又不动了。为什么老是不动呢？哇，前面好多乌龟哦！来来来，一个 AOE 技。他们在围哦，不知道在围什么的。快点，女人！哇！哎、欸，大哥，你什么都没弄，我的优质熟肉被偷了。你过回来。你不知道这优质熟肉888个这么多，你居然给我偷走，好家在我看到，哎、欸、呀，居然都没有炸到哎、欸。哇，这有高低差、啊，尴尬了。你不要在那边你根本就没射到好不好，来来来，你给我过来这里，哎、欸、他说我收到一只，你给我过来，哎、欸、他为什么不动了，哦他把电子，他把电子了，哦，魔法之力，魔法之力，哇，哎、欸、其实以这个游戏模组来讲，他这样做其实蛮屌的，哎、欸、说真的，他可以把模组做成是人类的形状，然后看飞在空中放招式，啊，这个团队不简单，而且一直不断的做更新，啊，这样我才有影片可以拍嘛。应该也是人类，我就知道，哎、欸，女的，哇，这个是剑士，魔剑士吧？这只，哇，三个女的、欸，哎，屌哦，哎，全部都设为最近。全部都是女角，太爽了！因为大家去空岛应该可以引发一场大浩劫，是不是？哇，这也是魔法剑士啊！依旧是魔法剑士、欸。我应该先催他，然后叫他攻击这一只。要怎么攻击这一只啊？攻击，打他，快点！吹攻击，居然是我魔法师在做攻击啊！我的天啊，我觉得先把我们这只魔剑士带远一点，我要让他看招式，我要看他的招式。哥要看他的招式，不要阻止我，就是你了。哦，有了！我觉得你还是冲过去攻击比较快吧，在那边浪费时间。看起来很帅啊，帅是帅啊，但是。还要等到爆炸，敌人都跑光了，你说是不是？哦，这边有一整群，发挥你的专长吧，让我来看一下你的能耐。好、哦，他又发这个，然后手榴弹东西，类似手榴弹的东西。我觉得他直接砍比较快嘞，超强的，不是我要说。
哦，后面一堆半人马，你看那只走路好好笑、啊，偷偷摸摸想要杀我是不是？摇，那回旋斩盖伦吗？我们把另外一只女巫带过来，女巫在哪里？哇，我们把女巫放哪了？放生了。其实我应该要把他们身上放一下那个传送的那个按钮才对。在哪边啊？我刚刚哦看到了，他差点就成为天空的一部分了，有点看不太清楚啊。来，先喂你吃再说。哦，我大概可以猜，先记一下你的名字。好，你也先在这里，然后也先喂你吃。来吃，之后再召唤你。哦哦哦，有呀。想偷，又想偷了，是不是？好，我们现在看下一个，废话不多说，哦，不拖台前了。哦，这只是一个男的，怎么又是女的？而且这是强化版的呢？这只比那只还要强哎！来来来来来，来四刀，来四刀！我觉得这三只跑去空岛，在那边乱挥乱砍，应该不会死吧？欸，其实很难讲哦，空中生物他们制止不了，就是你了。一样啊，手榴弹，呜，伤害很高，伤害很高，那手榴弹都丢过头啦，你冲过去砍还比较快嘞，哇哇哇哇，有强盗有强盗，可以啊，大哥你丢哪里啊大哥，你全部都在乱丢啊。欸，他在发功的时候眼睛居然发光，欸，好酷哦，这感觉是一个入魔的魔剑士有没有，然后，哦，这是什么东西，猫头鹰，这猫头鹰也会跳街舞是不是，来秀一段好了好不好， hiphop 这样子啊，如果你的人生有这三位御三家陪着你，你会不会觉得心满意足，人生圆满了有没有，哦，我觉得你们应该人生圆满了，我也觉得人生圆满了，有这三只就饱了。好的，那最后呢，老头呢用这个哥们召唤了一下这只大地之龙哈，然后正打算要强训他，因为有观众在上一集留言说老头这只其实可以强训的。好，那我们就来试试看，强训他之后，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招式以及他的攻击到底是如何。哦，现在看他非常的兴奋，是想要攻击我是不是啊？我先把强训指令给带到这个版面的上头好了，因为我好像没有强训指令，我先去复制一下。等我一下，哦，其实这种强训是有风险的，因为呢，当你直接过去的时候，其实很有高几率被他打死，很有高几率被他打死，哦，所以说这个要小心一点。然后看他召唤这一群鸟 ，Oh my god！ 其实说真的啊，这个声音真的超震撼的，我觉得。来咯，就一次而已哦，他到底要干嘛？啊，卡住了，卡住了。有强训了，哇哇你，我靠，这只会飞 ，Holy crap， 这只会飞啊！可是，一下体力就没了。哇塞，它会飞，吸剑，哇！太扯了，一个吼叫就把一些生物给震爆了，这样子，这么猛啊！右键是召唤我们的鸟鸟 ，X键是召唤树人，欸，他体力超快就没有了，欸，这家伙很快就没体力了，你耐力居然5000个，然后一下没有体力，怎么回事？耗这么多？哇，大地之龙呢，欸，超帅！而且我们刚刚在强训他的时候，我看到他上面有时间限制，驯服之后1个小时他会消失，所以说他并不是永久的。我现在看到了58分钟又30秒，利剑什么？利剑没功能，飞。等下我先想要回一下体力，这只到底吃什么啊？他回体力真的超慢超慢的，
还是说因为他没有东西吃，这应该吃果实吗？好了，可以了，巨龙大哥，您的果实来了，吃吗？你也不吃果实啊？你惹错人了，你惹到我就是被打死啊！普打普打，我见他有一招是一直不断的吐骨头啊，那一招是什么？吐骨头那一招，右键，十一键，吐骨头那一招是什么啊？为什么我这边用不出来 Q 键吗？不太可能就是了。没什么作用哎、欸，好吧，反正这只巨龙就是这个样子啊，他的招式实在是不好施展啊，但是庞然大物嘛，啊，反正就是一只很奇葩的存在啊，就是花椰菜龙吧，应该是这么说，好不好？那的确是可以强训的，那我们已经验证了这个事实，然后，哎呀，烦死人了，啊，我们已经验证了这个事实。好吧，如果你们需要的话呢，你们可以直接去强训它啊，之后你就可以玩一个小时免费的这样子，完全不会有任何的龙敢惹你这样子，你最近有这只就够了啊，不管是带去空岛还是火山岛都 OK 啦，好不好？就看你们自己高兴吧，好吧？那么今天影片差不多先到这里结束了，如果喜欢我片的左下角的订阅，右下角的喜欢快下方留言，我是老头，我们下一集方舟生轮精华再见，灭啦，拜拜。